首先进场的是阿用狗。接着进场的是 From Richmond, Virginia WWE 首位华裔女选手 Zella Zay。再来是他们的对手，黑色蓝天。最后进场的是斗鬼敖。站在裁判左手边的是阿勇哥。以及 Zeta Zay。站在裁判右手边的黑色蓝天。以及
窦鬼敖。Oh!
All doubts just left behind. Too many times to stumble. 是不是在国外流浪过都很强？可是你好像忘了一些事情。Zeta， 你离开家里太久了。怎么打人的？但不好意思，我是最强的。那就我来吧。年底冠军赛，你们做好不好？
感谢各位观众今天来现场看比赛，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。